既然你已经看了，神奇宝贝。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最真实的正义。可爱又迷人的游戏解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木鱼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鸟凯啊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鸟强。不是，我说强，你这反应弧度有点长啊。我在想怎么接卡哥的话。你为什么想接我的话呢？你自己不会想个话吗？好了，欢迎收看我们的《神奇宝贝》第六季。那个，66666。对，那个，我已经收集到6个铝板了。那个卡哥，你这上期不是挖到有钻石吗？来奉献一颗钻石出来。啊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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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有了钻石以后，咱们就可以做那个治疗机了。OK。治疗机我看一下是怎样。哎，我先去发破财，我也先去发育一波。OK， 看一下它是不是无限的？我的发，完犊子了！你不把它撸掉了吧？完犊子了！它不是无限的。然后你把它埋在什么地方了？不是，就放在家门口。放在家门口了。这有点尴尬啊！不是。按道理来说，它上个版本是无哦，可能是作者修复这个 bug 了啊，这有点伤啊。那你很棒棒哟。好了，来来来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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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发生了什么？我已经忘记了。哎，刚刚什么都没有做。那个，好像咱们这个版本里面没有那个超速球，只有速度球啊。你们有看到超速球吗？目前没有看到过。没有超速球，只有那个竞赛球以及那个计时球，还有速度球，没看到有那个什么所谓的超速球啊。我好像也碰到一只皮卡丘了。皮卡丘，你抓呀抓呀，黑红黄是吧？黑红黄，黑色果实，你们。哇，37级啊！我的天，这大岩蛇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自己的。大岩蛇怎么回事？卡哥，你又在闷声我发大试一财了下，是吧？我在卖东西呢。卖什么东西啊？卖身吗？还是卖你自己啊？不是啊，卖。哦，对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咱们去沙漠打那个什么拉可，拉什么？治疗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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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是卖不了小行家。卖你个头啊！沙漠这边不是有个神奇宝贝叫拉什么？就手中拿这个骨头的，打死他以后，他会拉报那个，达不是拉达，打死他以后，他会报那个，报那个，拉可啊，对，拉可拉，他会报骨头的。那挺有啊，知咱们道用那了。个，咱们用那个骨粉来吹那个黑色果实啊。可以啊，过来啊，嘎啦嘎啦吧，还有。我在在，啊，我在沙漠。我也在沙漠啦。先在沙漠晃悠一下吧。没在来啊。宝宝强过来啊！宝宝强，来了！鱼，你是怎么低级抓高级的？看脸的，不要脸，说白了就不要脸。这是操作的吗？没得天聊了啊！对啊，看脸的，纯粹是看脸的，真的，不要脸的抓。火系、水系打你啊，泡沫。好像只有那个什么嘎啦嘎啦才会爆那个骨头吧？哦，对，那个狗也会爆，卡地狗会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好像说出他的名字就找不到他了。毒性，这货是啥？哇，20级。31级的训练值，来战。上吧，就决定是你了，李影后。螳螂感觉也挺厉害的呀，啊。精神战，螳螂什么螳螂？哥怎么巨钳螳螂？巨钳螳螂，巨钳螳螂，巨钳螳螂，它哦，巨钳螳螂，巨钳螳螂是那个什么来着？巨钳螳螂是那个飞天螳螂进化的，通讯进化的。我觉得我要先去升级了，两只打不过一只20级的。没有，尴尬呀，
你去找那个低等级的训练师啊。对啊，我也是在想这问题，我要先练级了。做训练师是可以的。哎我操，这货！哦对，我要去做一个精灵箱。哦，那 PC 端是吗？对，我看一下那个 PC 怎么做的，差点就忘记了。PC 端需要瓦，也是六个铝板，以及一个红石灯，加上玻璃板。红石灯的话需要银石的话，那个村庄的那个治疗站就有。卡哥，这个光荣而巨大的任务就暂时先交给你了，我先去弄。没看到治疗站。我先去弄那个。我想到这期抓一个稍微等级高一点是什么位置？火神虫。也想去。抓最高级的了，那个火神虫你值得拥有。你看到火神虫了没有？25啊，都这么高级。六个铝板以及一个红石灯。红石灯加上一个银石，然后还需要一个红石。红石身上有银石的话也够了，铝板的话还差两块。这沙漠好像有点小了，铁随便一搂就搂完一圈了。小吗？我觉得挺大的呀。我都围着沙漠转了一圈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哎，但是够了。哈哈哈哈！看到了，这只拉达，那个拉可拉，打呀，41级打不过，是谁？等我，我马上过去。来，41级的，你怂什么？直接干啊！干不过啊，拿啥干？哪呢？我看到了，那边，小伙子，献出你的骨头吧！哎，怎么关那个什么东西？精神站。NEI 怎么关的 ？Control 加 O 键。音速拳。哎我。岩石打磨不要。哇，两根可以的。大蛇盾岩。怎么宝宝强不说话了？宝宝强。我就找这低级的训练师啊。走了一条路都没找到。我发现这两季的那个神奇宝贝你都有点惨啊。这特别惨好吧。还需要玻璃，玻璃的话okay. 身上没有木管。先制攻击。要不要睡觉？不睡觉的话我就直接挑时间了。不睡了吧。不睡。反正咱们现在也不等神兽，对不对？神兽也抓不到。我先去挖点沙子。所以嘛，睡个懒。我得先去疯狂练一下级再说。看这只剧毒牙。他跟你在做什么？卡哥你他一般在做什么你都猜不到的。能挣发大财的卡卡剧毒呀。我抓神奇宝贝呀。抓神奇宝贝呀，你不抓吗？哇，抓比低级的带着他练解，我觉得还不如先把大号等级练上来。你边打边抓。卡拉卡拉居然敢抓我，撞死你娃娃。好，第一级 S8 级。哎，我的天，家里面煤炭都没有啦。剧毒牙飞弹针。那怎么都是这个？你有小人啊？你有小人可以抓呀。那我是跟人家打。黑红黄 OK 是OK OK 你个头啊 OK 有骨头了。多少个？一根。一根你说个毛啊。一根也说一下呀。
是跟毛爷说去啊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的 PC 出来啦！我操，这个黑鬼哪来的？我天！然后再来几个 P 等级桥。哎，与这个技能学习器什么？特性互换是能换技能的是吧？技能学习器特性互换是这六个闪光的神奇宝贝，你们谁呀？什么二十二级闪光的那个沙陀陀？沙好像是叫什么东西啊？骆驼，进化成骆驼，那个大骆驼，那个老黑之前喜欢骑那个大骆驼，呆火陀吧？哦，呆火陀二十二级闪光的，强去啊强！二十二级小仙打不过吗？快过来啊！我看看我打不打得过啊？你踢我干嘛？我在家里面。哎呦，这就尴尬了。快过来，我跟着他。黑红黄。发现 ID 卡，哦，我知道你 ID。Nice。呆火图。这里。在哪呢？那蓝色，那这里啊，那蓝色的。这里。我过来，我卡住了。你再 PB 我一次。卡住了，再重新踢一下。那这个吗？二十二级，对。哇，这么小啊！小，你别看他个子小，只他是神，他是火系的神奇宝贝。二十二级，我看我抓不抓得到。我先走了。打不过就不要来见我啊！强行抓，我可能会打死他，不是打不过。那就可以了呗。你怕把他打死的话，那你那个先打把他打成半血，半血以后你再那个再丢球，精灵球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好，到球里来，我七个球都抓不到他，我就只能打死他了。啊哈，居然还有七个球！我靠，有看那么多土龙弟弟？你们有看到那个吗？有看到那个光头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也想找光头。哇，这里是完全体的，完全体什么鬼东西？哎，我靠，我点错了。四十级的狐狸，宝宝强，你不要点错了，直接抓不到他，直接把他给揍死了。还没打死他，他把我打死了。可以的。我一直在那里抓他。还有这种骚操作的，很迷啊。哎，我操，剧毒牙！哎我。全给你秒了！哇，这周围都不刷神奇宝贝的。看看这个，哇，二十一级！哎，这家伙还不走，还在这里是吧？就等着你啊！那我就再啄他一次。等等，闪光的鲤鱼王，我的天！站住，别跑！这么皮、啊、还想跑你十八级的鲤鱼王。哇，我直接丢球了，直接丢球了，直接丢球了，丢啊，到球里来。哎，抓到了， nice， 抓到那哎，漂亮， nice。宝宝强，我一个球，我一个球就把他抓住了。那个带火陀应该对啊，应该错过了吧？我的天，又我用了三个抓住他的。你一个三个球，意大利炮龟，我就跟你打一下，我告诉你，火焰漩涡。哎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哥，哎，我错了，哥。现在说错了太晚。哥。哎，鱼这带火陀是不是到了后面可以骑他的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等他那个再次进化以后就可以骑他了，就是上一季那个傻太黑骑的那个陀螺啊，那个火车啊，你还记得吗？特别大的那个是吧？对啊，火车我看到了，你这个还是闪光的火车，你要想，那个逼一个高一点，老黑只能骑普通，你骑闪光的，我非要到这片森林找到遇到我想要的。记得看到那个光头叫我一声啊！没有，暂时没有发现光头。
哎，黑果实 ，nice。哇，老黑的果实。哩咕哩咕哩。哎，上期是谁找到那个野生的电源？是卡哥还是亚宁找到的？电源应该是亚宁吧。野生的电源。对啊，亚宁，哦，野生的亚宁。不知道他有没有做标记啊？野生的电源可以找他买一些那个进化石的。进化石，我有个月之石。班班班班，我有个月之石。月之石，你去抓一只那个，皮皮西。23级，我靠！对啊。来，宝宝强，宝宝强，这里有个12级的训练师。计时球，哎，计时球是干嘛的？哇，我再跟人家干了，老铁，你收拾了他吧。计时球的话，它是那个你跟那个野生的神奇宝贝对战的回合数越多的话，你抓捕捉它的几率就越高。我来找鱼了，啊，这边。哟，我看不到你人，我靠！我在前面，你再踢我一下。12级的你总该打得过吧？哇，12级的再打不过就不用玩了，真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这个应该也是低等级的，20级的。不、哦，他这个再进化的话得30多级了，是吧，鱼？对，36级。讲究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是干嘛的？是对，是比对方等级高就抓的几率越高吗？对，等级越高的话，你比对方等级要等级越高的话，捕捉的几率就越高。就是你拿高等级去抓低等级的呗，就是这个意思呗。哎，我发现这个也可以这样说了，打人家特别好打。肯定啊，属性相克，本来就那个很容易打死对方的。草系是克水系的吗？对，草系是克水系的。哦吼，嘿嘿，嘿你个头啊，嘿，嘿嘿，你有毛病吧？嘿嘿。卡哥究竟在做什么不为人知的事？这有个警察，31级的，警神战。哇哦！一脚一个小朋友，可以的。大字研报。大字研报，你有这个技能？没有啊。那我在看多少钱？那你说。我在看多少钱。有看到那个10万伏特吗？没有啊，就两个技能。诶，高山，我换一片吧，来这边看一下。你又发现了什么？哎。没有啊，不要着急。等我发财，我找个飞行坐骑了。飞行坐骑，你抓住了？没有啊，我在找啊。飞行坐骑的话，前期抓鸟可以的。哎，不是有那个大嘴鸟吗？一直没有看到。大嘴雀吧？哦，对，大嘴雀。大嘴鸟。大嘴雀的话，在高山这边挺容易见到的。嘿，小伙子，别跑！我这是个村民啊。这发火财7900块钱，卡哥你有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我6000多块钱。6000多？6900。哇，怎么都这么有钱？我看了一下，我600多。打训练师啊，有钱给的。不是你个臭臭花，你干嘛呢？你臭臭花，你又发现了什么吗？混血汪。
哎，遇到的店员要么是卖邮件的，要么是卖球的。啊、哦，爽，又可以出去浪一波了。你又买到什么东西了？哇，27级。没有，我去卖了一波东西。呸，干不过、啊。你又干不过了。力量强化，防御强化，要害攻击。好难受。技能学习。好难受就受着。暴风雪地震，我的天！聚宝弓噩梦。好贵啊！我靠，这聚宝弓噩梦，治疗机被谁偷？哎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被谁偷走了？治疗。我的天，这一级的。治疗站里面治疗机都没有，我靠。宝宝枪，来，踢我。这个训练师你都打不过，你就真的神奇宝贝不要玩了。这个面前这一个，哇，等级太高了吧？两级吗？惊不惊喜？用我最强的神奇宝贝出来跟他打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不然我都怕我打不过他。162级是干嘛的？勾引他。36级的猎人。你怎么教育人家？人家以后会不会不带神奇宝贝出来玩了？可能。极力拳，泡那个几级的拖那么嚣张，一级的训练是吧？你之前遇到过吗？你之前就问你遇到过吗？从第一级到现在我都没遇到过一级的。哎，这些治疗站的治疗机都去哪了？被我撸了，全部啊，被某人撸掉。没有，附近的治疗站的那个治疗机全都被我撸了。我说这怎么一个都没有？我的天！这种地方居然还有宝藏！音速拳。哎，右耳球什么效果的？右耳球我不知道哟，我之前也没用过。杂技啊！周围的话，好像咱们这期都没遇到一些特殊的神奇宝贝啊。对啊，基本上神奇宝贝都刷的少，基本上都是见过的。上一期我记得我还碰了两只火龙来着，这一期火龙的影子都没看到。小火龙还是喷火龙？小火龙啊。哎呦，他什么时候那么多？我这闪光的鲤鱼丸要不让它变成那个红烧鲤鱼丸，但是我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。哎呦，雷丘，49级的雷丘、啊，你发现雷丘了？对啊，49级，你能打得过吗？打不过。我可以郑重提示，告诉你，我打不过。可以的，很强势。哎，黑暗球是干嘛的？黑暗球是抓那个，抓那个什么黑暗系的神奇宝贝的球吧？是吗？不是你是在开树屋，你还是在开那个野外的精灵桥啊？啥都在开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正一步步的走向那个傻大黑的道路。没有啊，一言不合就是开树屋。对。啊哈。我本来想去那个沙漠的，然后一打开地图，我就情不自禁的飞了过去。来，宝宝枪16级的。我靠！你的妹又开始了。你的妹又开始了。就在你旁边，在你旁边。哎呀，我的妈！现在还炸不炸？还是一样。很大，很 big。小家伙躲在这里，12级的算了，放过你。就抓一只。不行，我得去高山去等光头啊。高山还入海岛去等呢。一览众山小。下一句来。我去那。啊。
没有下去了。上一局嘞？上一局啊？记不得了。会当凌绝顶。对，会当。现在应该没事了吧？啊，现在没问题了。看了你们说神语，不说成语，我只想说一句：除去巫山不是山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忽如，或者你可以这样说：忽如一夜春风来。我的天，在哪里都遇得到这个意大利炮龟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就不服了，我就哎，闪光的大爷，闪光的大爷，大爷，我错了，大爷。咦？哎，我居然买不起蓝宝。哎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蓝宝石三个，你又在搞什么？没，遇到光头了？没有啊。哎，你们谁有蓝宝石？箱子里面有蓝宝石啊。自己一个小帮我运小炮，我怕我过来之后这个东西消失了。自取。我没有家里的坐标，我没有家里的坐标。啊，大神鱼，快，我自取。智雀，我怕我走了个这个学师消失了。智雀，我过去帮你守着吧。啊，也行，你提笔我过来。哇，飞天螳螂我看到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自爆石块。等等，我在跟他打架很快了。嗯哼。太古盔甲，小弱鸡，你们这些。我还有神奇宝贝。嗯哼。我这十级的训练师估计有六只神奇宝贝，打了他一万只了，我靠！来，卡哥，看我手中是什么，叫声好听的啊！快，叫声好听的啊！不用过去了，好听的，好了。来，叫声好哥哥，叫声好哥哥，好听的，快，好听的，快点。快点吧！我告诉你，旁边可是有岩浆的，我会丢岩浆里面去啊！别闹！那你绝望的，我跟你说。快叫！快！看我手中会有大宝剑没有？我似乎感受到了卡哥的绝望。啊哟！这什么技能？我靠！你在学什么鬼技能？什么鬼技能？热风啊，你不觉得今天很牛逼吗？哦，热风是火系的啊。对啊，哎，还有红宝石没有？哎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不，就一颗，快叫！刚刚就没有叫，叫好哥哥。叫啥？叫好哥哥，快点！哎呀，我的天，不要这我打击了好不好？你不叫我走了，不叫我走了，快点，快叫！不要这趁人之危好不好？什么叫趁人之危？我刚刚就看在你是我朋友、是我基友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让你叫了。这句你非叫不可，我告诉你。为啥？你刚刚不说看基友的面子上吗？哎，来，我让你，我退一步，叫鱼哥。哎，我操！我都放屁了，这。哎，你大爷！啊，憋了好久了，憋了两期了。来叫叫声鱼哥，叫声鱼哥就告诉你。哦，不对，叫声鱼哥就给你，直接走了。别闹，叫不叫？不叫我走了。不要，要冷酷一点。冷酷一点。要冷酷。对，卡个这种人就是要冷酷一点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。你真不叫？不叫我传送走了。快点，你别跑，没得商量，快点，快叫。哎，我靠！我跟你说，你听过一句话没有？啊，什么话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报什么仇啊？啊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我，没事，我没有事情可以有求于你的。有的，你总会有的。啊，爽！火一步，哎，为什么这些野生的训练师就什么神奇宝贝都有的？我们就想遇都遇不到。我十级的，我发现他刚有一只全有六只神奇宝贝，我靠！那不是火蜻蜓吗？嘿，红宝石，大兄弟，红宝石。谁？宝宝强谁在说话？
不知道，没听到。飞飞，你听到有人在说话吗？来自帅逼星球的一个帅逼在说话。这哪这种态度，我跟你讲，别说红宝石了，什么原石都没有。对，原石我自己有。那不就行了咯？那红宝石也想办法去搂啊！快叫、哎、快叫我快叫！老是跟我干。我给你钻石的时候，我有说过什么话吗？不是，你给我钻石治疗仪做出来是大家都需要的，好吧？但是我们家很需要设计。哦，他闪光的全那个全球石。你哪里、哎、哪里哪里？你们抓不抓？抓哪哪哪？哦，看到了！开，别跑！快抓快抓！哎，把红宝石给我呀，发可。14级。哎呀，真假呀？那么闪的，我听到黄色的，我天！死黄色的，好吧？对啊，你不要我叫了。快快快，来个石头。石头啊，好，我等会给你个原石。算了，无所谓了，消失了。不是啊，这就不怪我了，怪你自己了，你自己跟他无缘的。哎，人生已经如此艰难。卡个差不多会被我们几个玩坏了啊！哎，哎呦我操！哎，你大爷！29级，咬住！雷之石哦，雷之石是给那个皮卡丘进化雷丘的。OK， 进来吧。灰天堂啊，你大爷，你给不给进来？哇，好多好多大奶罐啊 ！Come on， 哎，你还提升速度？嘿，我的鸟还能不能给我碰到了？你的鸟，进来！我他的鸟，可以的，老铁，没毛病啊。毒针，哎，你救救他。25级的训练师，37级的金身战，顽皮雷哦，对，那个顽皮雷弹的话，打死他有几率，他会有几率给你那个球盖的，给你那个普通精灵球的球盖。Come on， 进来 ，fuck！ 我的天，这一击打得我有点懵逼了，大兄弟啊！你今天是翻天了，对不对？高级球。哎，我靠，怎么上房顶来了？我就不行抓不到你了。哎，混蛋，上吧，皮卡丘，是不是？点球，再来个点球。哎呀，哎，泡沫，别！哎，我获得钱了，哎、应该是挑战他了。你 TP 我。好，来了。TP 小强宝宝，这光头他在种田啊？对啊，是的呢。我的发，这是个村民啊！呸，长得跟那光头一模一样。呸！我以为是光头。我是长得一毛一样啊！不是老铁，这波有点伤啊！你们被光头欺骗表情，那个欺骗的表情吗？对，一个一模一样的光头。啊，戏吧，这很伤、啊。来吧，咱们这期也差不多了。行，等我回来。小拉达，哎，小拉达他会刷成这种地形的，27级的。凯西魔枪人偶。哎，你等我都换什么东西啊？这个。哇，43级的训练师啊，我的骆驼还差10级，我就可以骑它了。还差10级，现在26级了吗？想骑人家，人家成为你的神奇宝贝，你居然想骑人家，你怎么那么坏呢？哇，我骑它是他的荣幸好吗？这是他的侄子。可以的，很强势。你这种人在古代应该会拖出去阉掉的。你这种人在古代啊，镇猪笼，你知不知道？抬举就镇的那种，一男一女关在那猪笼里面。我又怎样了呀？我又怎样了呀？
又是郑祖龙啊，那能怎么样？回来啊，卡哥回来啊！哎，等，哎，你个头啊，哎！哎，鱼，你也在家吗？我都看不到你们了，我靠，在家里。我也看不到你们。看不到我们吗？我都看到了。哎，好吧，我就知道卡哥肯定想做点什么。我能做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来吧，就这么善良的人，就这样结束了吧。OK， 好了，那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要订阅我们哟。啊，那小伙伴们对我们视频什么好建议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在弹幕里面留言。那么咱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